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社会上有很多奇怪的事情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清，但是小编可以带你看看那个神奇的大千世界。以前很多人都为自己拥有一头美丽的长发而感到自豪，单身群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审美和时尚也已逐渐发生改变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短发，美丽又清爽，看到这个头发是不是吓呆了？拥有这一头秀发的女子叫娜塔莉，来自巴西，是一个普通农户家的姑娘。娜塔莉的这一头长发已经12年没有剪过了，如今头发的长度和人差不多高了。娜塔莉的头发太长了，每次洗头都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，但是娜塔莉对待自己的头发很爱惜，虽然很长，娜塔莉还是每次洗完头都很呵护自己的头发，头发看着也很有光泽。娜塔莉平时都把头发扎起来，走在路上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后来有人出价约3万人民币买她的头发，头发过长很困扰生活，娜塔莉也决定剪了。剪完长发之后，娜塔莉简直美的不像话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会再接再厉，希望大家能在下方评论留言，你的评论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